民众党选后人事重整，不过立法院党团副主任杨宝桢19号突然请辞，对外说明时甚至一度声泪俱下，到说不出话来。尽管他强调对民众党都是感谢，但仍让外界质疑是否受到委屈。党内内斗疑云四起，党主席柯文哲今天上午赴党团开会时，再被问到有罪行回应。安慰保桢吗？哎呦，蛮伤心的。 蓝绿骂说加开怨，可以听到柯文哲不断哎呦哎呦，对于时事通通没正面回应。对杨宝桢无预警请辞发言人和党团副主任，引发外界揣测。黄珊珊透过脸书声援杨宝桢，上午只回应早安谢谢。而秘书长周玉修则表示，大家都是好同事，驳斥内斗传闻。至于柯文哲7:23骑着 U Bike 到达党团办公室时，还被捕捉到不小心闯红灯。不过全党上下对杨宝桢请辞一事态度相当低调。